林世杰在打球，整个人就很虚，看一下怎么打，很差劲一下哦，告诉各位，篮球没有进，整个人就很泄气，泄不泄气？泄不泄气？在偷，很心虚的在偷笑。你除了用差劲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想啊，跟那时候在美国打球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。一点都没有进步，没有一点主场的感觉。另外一个跟他，另外一个跟他的主角是谁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个有两记也拍不完。就看他这一球，进了。进球了，就进你，就是你进球，进球，进球。耶、马赛克。马赛克脸孔，好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接下来节目我们交给下一位。